好来镜头刷登来台湾，在地人在地情。早期医药无发达的年代，查某人生囝是生死交关的时刻，都亲像俗语所讲的，生会过到加酒芳，生袂过到四地芳。所以三宝就真重要了。今年99岁，柯宝寿女士是台南大内宽和社区同仁斋的三宝。伊接生过囡仔，上少岁48岁，上侪岁即卖嘛已经78岁了。啊，哥，阮囝也是哦。大家拢举手，因为拢是同一位三宝接生。有朋友帮来请你，够吗？够啦。有啦。今年已经99岁，柯宝寿女士伫台南大内宽和社区真出名，比接生过囡仔算袂清。我三个囡仔呢，拢是用。早期医疗资源欠缺，若是要生产啊，拢会就近去找三宝。柯女士21岁就开始为人接生啊。啊，为地方的这些人呢，安尼服务有大多数拢经过伊的手来出世的，包括我。古早时代到这，含医生都无啥有啊，搁靠这医疗啊。嘿，啊，所以规整个拢可以。宽和社区对外交通改善了后，产妇拢改去外地病院或者是诊所去生产。柯宝寿伊做三岁新婚，嘛在60岁的时阵退休无做啊。社区发展协会为着要感染伊的奉献，发行绘本要甲伊的故事宣扬出去。